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21 መንገድ ላይ ቁጥር 2 ልምምድ 对不起,我迷路了。你可以帮助我吗? 可以。对不起,我迷路了。你可以帮助我吗? 可以。对不起,我迷路了。你可以帮助我吗? 可以。你知道银行 怎么走吗? 对,银行在那边。你知道银行怎么走吗? 对,银行在那边。 你知道银行怎么走吗? 对,银行在那边。北京大学怎么走? 你 开车还是走路? 北京大学怎么走? 你开车还是走路? 北京大学怎么走? 你开车还是走路? 我走路。好,走路很近。 我走路。好,走路很近。我走路。好,走路很近。 你可以帮助我吗? 对,我可以帮助你。你可以帮助我吗? 对,我可以 帮助你。你可以帮助我吗? 对,我可以帮助你。你的朋友知道 怎么去医院吗?
他不知道。你的朋友知道怎么去医院吗？他不知道。你的朋友知道怎么去医院吗？他不知道。你可以帮助他吗？可以。你可以帮助他吗？可以。你可以帮助他吗？可以。北京大学离你的办公室远吗？不远，很近。北京大学离你的办公室远吗？不远，很近。北京大学离你的办公室远吗？不远，很近。